勇士球，需要三分啊！勇士现在看林登还来吗？克莱有机会，这球还行，这个机会不错啊！对，这是个好机会啊！这球借了卢尼眼博扬，中距离往这一扔就觉得能进，再来一个克莱，好球，差一分了啊！这个球啊，你拦得住我三节，拦得住我全场吗？是我诸葛亮防得很好啊，知道海斯也投不了，所以逼迫海斯去投篮是正确的决定。这球篮板球，这球没犯规吗？这球没犯规吗？这球两人抱一块了，这球有动作呀，感觉两人抱一块，就是裁判谁都没吹，两人都有动作都没吹。萨迪克贝有了，有这球在追爆，哎，小心这两个人，萨迪克贝可是脾气很火爆的也。对，就是这两人，就是刚才啊底线那个争抢篮板就已经抱一块，都有动作，肯定不爽。然后两个人哇，揪着衣服，肯定得揪着背心，对，这肯定一人这一人一个 T 啊，那一人一个 T， 勇士亏了呀。对啊，那追梦勇士亏大了呀，这正常判就是一人。但是这样的话，追梦还在场上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啊、他对第二个了呀。会啊，对，追梦就直接回去就对了，对啊。追梦没有了，刚才因为他引，对啊，没了，结束了。技术台那边可能要想一下再记得，不要暂停十秒，那就彻底不要暂停了。压时间，呀，普尔到底了，普尔又是普尔的失误。天哪，普尔，哎，这球怎么了？应该是有犯规吧？是有机会，但是自己绊倒了一下。那球运球怎么能自己摔倒呢？啊，卢尼犯规了。但是您看啊，这场上有一个人啊是可以忽略的，就是交换，对。兰姆来接，哎，克莱是不是有没有？怎么进了？克莱，接了，战术设计足够的这边，让兰姆去接球，鲁尼的这个掩护质量非常高，让克莱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很短的一刹那，在这个空位接到这球，嘴又裂开了啊，这必须啊，必须裂啊，哇，这个就第四节啊，克莱真的是杀出了重围啊，太难了，歪嘴战神回归。太难了啊！继上一场比赛拿到54分之后，今天又是砍下了30分，24的话就往空中直接掉。注意时间，注意时间，最后扔一个！哦呦，我的天哪！半决赛，萨迪克贝，萨迪克贝，太刺激了！这个比赛，萨迪克贝，天哪！再见三分，就最后这五秒钟违例了。这个球，这和迪亚洛那个球有什么区别？大通中心，你看一下，今天穿白衣服的真的不是勇士啊！哇，这和迪亚洛那球有什么区别？裁判要看一下回放，裁判回放超时，但是应该是在应该是有效到时之内啊。